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今天比较有意思啊，看看这两位，他是一对父子啊，郑渊洁老师和郑雅琪主编，皮皮鲁的主编。哎呀，咱们今天仨坐一块儿，有点像那个电视台午夜节目里边那个生发灵广告节目。不是，有点吃了就我这样，没吃就你们俩。不是，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聚会。聚会啊，没错，这个是放出来很久了。对对，我是管教干部，管教干部。你们俩让我想起一句话，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啊。嗯，听说这个郑老师这个教儿有方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想起你啊，我就说这个咱们今天话题有意思了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呀。你之所以到现在才是个小学文化程度，全是他给糟践的，是吧？没错。我在家管他叫哥，我管他叫弟，他管我叫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1983年出生的。我有一本杂志叫《童话大王》月刊，那个也有人管我叫这个绰号，是吧？《童话大王》是1985年创刊的，比他小两岁，所以在家里我管他叫哥。我一回家就是问保姆说：“我哥回来了吗？”所以啊，这个现在这年头啊，这个人际关系都乱了，咱们是进入了一个乱伦的时代。人家的电影导演大片全拍乱伦嘛，咱们现在这个伦是什么？伦是什么意思？次序嘛，是吧？人伦嘛。你看说乱伦其实是次序乱了。现在我听见好多事儿啊，我都觉得这个次序乱了。哎，这话题可以跟你讲。你23岁，23，对吧？鉴于你父亲对你这个性教育开始的非常早，所以这个话题呢，他完全可以讲。你最近听说了吗？就是，30多岁的女老师爱上15、16岁的男的中学生，在网上啊还挑起了一场争论。听说这事儿了？20多岁。24岁，那个女老师24岁，24岁啊！因为这你怎么？因为我这么认真呢？因为我这种事儿，我不是从他认识的。我从小学，我从小学6年级以后就领回家的，在家就上私塾。这就是你们爸怕女老师是吧？这个我其实这里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女生，这么多年我在家私塾没有女生啊陪着呀，就是失去了早恋的机会。只有妈妈吗？对啊，又乱了，又乱了。然后我现在看完这文章，我发现我还失去了和女老师有点什么的机会，是吧？你想吗？我就是在我上小学之前，朱云杰对我进行了，我觉得我不下一个月的，就是在学校的这个安全教育，性安全教育，防止性骚扰啊。然后当时他就说，他说任何女老师要往你的衣服里伸手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要回来要告诉朱云杰。当时你看，当时我才5岁吧，5、6岁的小孩儿。哦，当时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？他这一想什么？我想的是，还有这种好事呢？可对呀、啊，我想的，我觉得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，我面临的问题不是女老师伸到我的裤裆里，不是裤裆，衣服里衣服里头，而是说我想把手伸到女老师的衣服里头，这个问题啊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哎，不是。我怎么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只喜欢女同学，没有喜欢过女老师？你喜欢过女老师？两个，我可以说这为什么值得探讨？就是，你看你发现没有，找的这女老师找的都是15、16岁，正好是男孩这个思春、发育、萌动。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啊，特别强烈。就当时我记得啊，我有个物理老师，那个时候老师特别时髦，穿那种小翻领的衬衫。哎呀，我就记得我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梳俩辫子吧，梳俩辫子，对，这个地方露出一个三角，哎呀，又白又红，像苹果皮儿一样的那个。他本来是批评我呢，说着说着，我得等等，往哪看？我就眼睛就往这儿看，这算变态吗？我觉得是，这算发育早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但是我个长不高，但是我不是，我一般的就是那个，就是看边上的女生。你夏天的时候，她不是就是女生会这样写东西吗？然后她穿短袖，就从就是我就会经常趴在桌子上。你对胳肢窝比较有兴趣。老师从来不是，我想再延伸一下。所以你看，你就好平等，你看你包括你跟儿子的关系啊，都是好平等。我呢好乱伦，也不是，就是好这个次序。那就是对什么垂直的女警察有兴趣。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过，是真的。我跟踪过1年一个女军人，每天早上跟我一块儿，就是坐公共汽车，1年她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小孩儿。
长得漂亮，就是太漂亮了，住我们家附近。有时候我宁愿上课迟到，我等他，他还没来，我等他。慢慢我就看着这个女军人呢、啊，身边啊，哎呀，那个心情啊，出现了一个英俊的男军人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我还尾随。你说这个我有体会、啊，我有一朋友是开一小饭馆的，然后那个得了病了，就是他是男生。男生得的病、就是、就是不行了，就是不行了。后来呢，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我说让你太太穿上城管的衣服，一下就好了。你这叫制服诱惑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他就哎，这种他这种有时候他起到的那个作用是意想不到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啊，他们有一个教育学家还讲，就说民主社会啊，师生的这个关系变了。我发现你们父子的关系倒挺吻合民主社会。嗯，就过去老师是。很崇高的嘛，那个时候老师说的就是说，我要找一个学生把我的这个学问为人传下去是重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啊，它更像是做买卖的这种关系，就老师跟学生之间，你看老师走学，就是咱做买卖嘛。嗯。所以呢，你知道现在你以为像这小学里是什么人际关系啊？我听到的是什么呢？老师时不时的会给学生啊买礼物。哦，何止这个，现在就是说家长都愿意让自己孩子当班干部，对，从小就有领袖的这种素质的培养，是吧？嗯，要跑官，要买官给老师钱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没错，在好学校一个班干部能值好几万呢。哎呦，好几万啊。而且呢，现在这学生啊，我就觉得他就从来没童年过。现在小学里有个小学老师跟我说，一个个都跟市侩似的，一见老师面挤上去献媚啊！老师，你今天你真漂亮啊！老师，你这头发在哪儿烫的呀？老师，全是这一通啊！就是说，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说大人话办大人事，嗯，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儿。哎，是这么回事吧？但是你这个也不对。你说现在是师生关系平等了，嗯，什么就可以女老师喜欢男生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其实鲁迅跟徐广平就是师生关系，这是由来已久了。但是那是大点的。你现在，你比方说，我考察过这个现象，还真的是挺有损害的。那个英国有个15岁的男孩子，那是22岁的。挺漂亮的，金发，跟我小时候那个物理老师似的，很漂亮的一个女老师，爱上她，你就觉得会对孩子造成什么？这个女老师啊，实际上是有正经男朋友的，纯粹是拿15岁男孩当这个玩弄泄欲的工具。但是15岁男孩啊，是真的爱情啊，他被女老师迷上之后啊，他甚至最后跟着女老师说，你说你到底要你男朋友还是要我？甚至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啊，不跟同学玩，自己去学什么艺术课程，想就拼命想显得成熟，让女老师爱上他，再接着就到性生活了。他这女老师好哪口呢？就是说两个人好起来，这女老师就会骂，互相污言秽语，说你这个下流的小男孩，让这15、16岁小男孩在床上骂他，你这个荡妇，真让他才舒服。有时候俩人一起逛商场，蹦蹦就把这小男孩拽女厕所里，就来事儿啊。你说这东西对小男孩这心里肯定是会变成他这样，是这样。我前两天就是看了一报道，就是一个美国的最很有名的这个师生恋的案子，就是在90年的时候被判了刑。这女的，嗯，这女的是有老公，有4个孩子，嗯，这老公是，然后这老师是比这个学生要大20几岁，这学生当时是13岁，嗯，一男孩，然后他们俩当时就生了两个孩子，啊，生了两个孩子以后，这女老师就被抓起来了，因为那男生还不够16岁嘛，嗯，判了7年，然后现在放出来了，两个人结婚了，而且放出来说他还有一个法律，放出来了以后，这个美国的法律说你不能接近这个男孩，比如说100米之内，啊，接近了禁制令，对，接近了就可以抓你。然后这男孩主动跟法院提出来说你要取消这条法令，最后取消完俩就结婚了。嗯，所以没有学校经历的你看到这个消息就很兴奋是吗？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教育真是平等了呀？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嗯，老师是很权威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老师就是说非常凶，不可能。怎么凶啊？给你留下什么破碎的记忆吗？这老师能说一个同学没出息，说你没出息到你长大了吃屎你都接不上热的。
这是真事儿。上二年级的时候回来了，回来以后跟我说，他说他是管我叫名字的。他说志文杰，我们老师说了一句话。我说了什么话？他说一个同学可能是迟到了，是吧？说你长大吃屎都接不上热的。这话从那次，这就你就从此下了决心，就不让他以后上学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找校长去。我说他问我对不对这么说，我说不对，因为那个屎凉着也能吃。然后他说那个你找校长，我说我不敢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一个老师跟我说这个话，我的一个朋友是老师，他说如果我恨班上哪一个孩子，他的家长要举报过我，他说我收拾他的最厉害的方法，最恶的方法，他说我不是打他，不是骂他，而是从此不理他了。这厉害吧，老师就跟班上对这个人一样，哎，对，因为老师不理你学生，所以我就不敢去找校长。你还别说，真的呀，咱们这有那个新闻呢，就是逼着学生吃屎啊，吃大便的，吃牛，有湖北的，对啊，对，把这孩子打死。你知道前一阵还有一什么呢？这一老师啊，好像是湖南，我忘了啊。老师的儿子到广东做生意，亏本了，打听说咱什么生意现在最好赚钱呢？就是现在卖淫嫖娼最好赚钱，他没资源呢，跟他老师说，跟他妈说。就是说找15岁以下的小女孩给我，我到广东来让他们卖淫。于是这老师就跟学生家长做工作，15岁的小女学生啊，就说我介绍你们家女孩到广东打工去，她可以提前走，毕业证我负责给她办。去了之后卖淫卖出性病来了都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你笑什么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这个袁杰，我也跟你一样管爸爸叫名。你什么他呸！这个袁杰，这个我觉得说也是石家庄人，很难说。对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不是我父亲，就是一个伟大的父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觉着他让你从小学就不上学了，搞得你现在连个文凭也没有。但是他自己用童话的方法给你编。数理化都覆盖的这种教材，而且五岁就告你用安全套，就是给你进行性教育，这种独特的各家庭私塾的教育到今天，纠正一下，哪有五岁就用安全套的？五岁的时候还没有，五岁是进行性教育。我从小就没有人对我进行性教育，所以我就是有很多误区，吃了大亏了啊。比如说我的想象力也比较丰富，我一直想象，是三个乳房，最后真的一结婚打开一看吓一跳，天哪！现在就是说你跟猪比较有感觉，不是到猪那玩意儿多，到现在为止还不行，还得就是说还得装一假的上去，就是那个。但所以说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教育学家，他有一个科研成果，就是对孩子的性教育不能晚于三岁。三岁的时候，孩子看所有的事是一视同仁呢，他分不出轻重缓急，分不清高低来。这种时候，三岁他听得懂你说什么吗？听得懂。三岁还听得懂？你还记得你三岁时候的事吗？记得，我连我第一次走路都记得。怎么走的？顺拐，左拐右拐的。然后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？必须由生他养他的人告诉他，这是一种殊荣啊，这不是丢人的事、啊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就拿了一香蕉，拿了一面包圈。就比划说这是父亲的，这是母亲的，然后就这个这个啊、哦！你看到之后高兴吗？我看到以后觉得挺正常的呀。你不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他这么一套方法把你教育成今天这样，像和尚似的。你觉得你现在健康？他现在成功了，他这是活得好吗？活得快活吗？快乐健康。找女朋友方面还正常吗？正常，都没问题。找了几个？除了没早恋，找了三个了。找了仨了。不是同时啊，是阶段性。现在是这岁数的人干的。文涛现在正介乎在咱俩之间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一手同时一手。我现在也要恢复童心，我也觉得过去教育啊对我很大的这个损害。恢复童心的最好的办法就生一孩子。你生孩子之前，比如说是30岁，孩子一生完，你那龄就没有了，你就变成3岁了。对，然后基本上这个我这个从孩子3岁之后，我就主要研究性学，然后就告诉他的爸爸的独门经验，是吧？他拿香蕉的时候，我说他拿了一个很大的香蕉啊，然后我说跟你洗澡的时候看着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不是啊，你真不可以啊！像许光汉他自己那尺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海明威一般不跟人打架。海明威啊，人家骂他那个不拿橡胶，海明威拿象拔蚌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人家说他作品写的不好什么，他特嫉妒一个叫福克纳的人，早一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是吧？他都不生气，他生气一件什么事儿？一个报纸登他说他胸毛是假的，他去了那报社，把桌子全周了，全砸了。这事关男人荣誉啊！但是听说海明威、杨伟，不是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啊！就说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杨伟男人，这你还不知道哦？怪不得中国作家得不了诺贝尔，太好色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就为什么我痛感这一点呢？你这种私塾式的教育啊，那么让我想起孟子啊。我那天看孟子里边，咱很少看哈，看一段我发现真是好。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意思，说后羿射箭的那厮有一徒弟嘛，叫什么庞蒙，后来这庞蒙背叛师傅，把师傅给射了嘛。然后孟子说后羿也有罪，就你这个徒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师傅也有罪。所以他讲了个故事嘛，说哎，有一天打仗，两军对垒，这边的主将和这边的主将都擅长射箭，但是呢这个张三这个主将就说完了完了，我今天旧病复发，我射不了箭了，我肯定死了，哗哗就逃窜。后来追他的人说，追他的人是谁呢？说是李四，是另一人。他一听，他说我死不了了。说为什么死不了了呢？他说呀，这个李四是跟一个叫尹公之他的人学射箭，而尹公之他呢是跟我学射箭。他说尹公之他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个端人，就是个正经人，是个正直的人，所以他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徒弟啊，肯定也是个正经人。所以追上了之后，他终于说，他说我旧伤复发，不能射箭。那个李四果然就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，尹公之他又跟你学射箭，我师父是那样的人，我不忍心用他的这个射箭之道来这样对付你一个不能射箭的人，但是呢我又奉了国君之命，君主之命，我得来追你啊，怎么办呢？梆梆梆，冲那个车轴射了三箭，引兵而去。你看这个事儿，孟子这事儿说明什么道理？我觉得跟现在教育学都很有关系的一个道理。就现在说，你可以学很多物理学，学很多科学知识，这个有可以非常有才能。可是你这个人也可以非常让人讨厌。现在你就是他不教你做人，人品现在对是吧？这个好人知识越丰富。越拿了最高的文凭叫什么？博士后，嗯，博士的老婆，博士的老婆，博士的老婆，这人品好，做人好，道德品质好，他的知识越多，他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是越大。但是如果这人不好，知识越多，对社会的祸害越大。我听说一个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的学生，毕业了以后第二天就干了一件事儿。拿笔记本电脑啪一打开，往自动取款机上一装，啪线一连，那钱哗哗就出来了。是是是，就是说现在这学校是吧，他就说不教孩子做人。因为教孩子做人是怎么教呢？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活得堂堂正正，受到尊重。这尊重是无条件的，不能说你考100分我就尊重你，对吧？他才会尊重别人。你说雅琪哈，你仅有的小学的经历，对，让你对老师就留下什么印象呢？没一点好印象，因为这六年都是一个班主任啊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然后每年期末考试的时候都给我们漏题，就是漏题，给我们一张卷子，就是说你把这卷子做对，把答案全都背下来，然后每个人的答案还不能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是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个最后作文题不一样，作文题都得作文写的，让每个人写一个作文，写好，他写好以后，他批改完了，让我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，然后这么，因为全班同学都要这么做嘛，然后每年考完试以后，等于全班的平均成绩肯定是全年级最高的嘛。第一年的时候，雅琪就问我老师这么做对不对？我说不对，他说你找校长去，我说我不敢。他又是那话哈，然后那个他又不敢，他就说你假招的，日本鬼子来了，你就是汉奸。他说因为他从小在我看你这像倒像日本鬼子，你看他这样子戴一帽子，他都像。日本鬼子，没错。说那个，我这卷子现在还都留着呢。就是说，你想多深仇大恨，我就因为我把老师批改的那卷子，因为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一般孩子将来全得了诺贝尔奖，他们也是一般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。他就说教给你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作弊，是吧？我们干的最荡气回肠的事儿，你猜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毕业那次考试，六年级。
你管不了我了吧？嗯，我们要走了是吧？我们也不跟你们玩了是吧？不上学了，拉压拉压的分，拉他的分。嗯，就是说，我们就分析老师漏完题以后哪道题多少分。我说雅琪，你就给我考62分，咱们又不补考，咱们一下拉他30分。哦，把他老师这政绩给他拉下来。但是这不最，他这老师最恶劣的是考完试以后关上门，跟我们全班同学说，而且我印象特深，就让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同学说你去把门关上。然后那同学坐回来以后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老师要干嘛呀？嗯，关上门，要性骚扰了啊？可能是，不这么多一块骚扰吧。然后他说这个事儿你们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学校你不可以说，父母都不可以说。我觉得这太恶劣了，而且这我现在想起来，他肯定是想多挣钱。哎呦，他拿了这个，其实吧，听你这番揭发，我怕你那班主任自尽的心都有了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去一下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我面前的，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他可能是唐僧；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，妈妈说那是鸟人。要照我现在说，就是老师他也不一定是真的老师。学生他也不一定是真的学生，爸爸他也不一定是真的爸爸，儿子也不一定是真的儿子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亲生的，这是真。但你们俩这关系也不像一般的父子之间，是吗？哎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刚才就是说那个，刚才想说什么？想一听说不一定是真的爸爸，或者又瞎坏。这还有一个故事，嗯，就是我就我们说不跟他们玩了。因为这样的学校我们去了以后，我觉得就是不放心。这还是个重点学校，嗯，这还是个重点学校，还是个全国优秀老师。嗯，那么我就不放心。另外呢，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每个人的这个遗传基因不一样，后天生存环境也不一样，嗯，用同一个教材去教，那是童话，确实是应该是因人而异。由最能够有权利教孩子的是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，那么我就把他领回来了。所以你这个就属于个人独创的家庭式私塾教育。我但是开始还是要用它，用国家的教材。我去花市那新华书店买回来的。花市，北京花市是专门卖教材的。那是那个书店是谁买的教材？买教材花花市花市，这个咱们跟心术不正的人没法谈话。然后那个我一看了通读了两遍，我觉得不对啊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，就是说这个。不是，还得儿子说，儿子今天觉得感谢父亲这种教育，那是很感谢。那我因为我可能已经要没上这学，已经被现代教育制度给骚扰了，骚扰。